实香港这个地方对于动作片，特别是功夫片来讲，是一个起源地，创造了很多的动作片的奇迹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说未来香港的动作电影会怎么样，其实牵涉太多，比如说像幕后的制作、剪辑、摄影、武术指导，包括演员。对于我来说，如果有功夫底子的，就好像戚小夫那样，他们是从小练的，我希望能够这方面如果会多一点人才的话会更好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文戏和武戏、动作戏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在演戏，我自己不会把它分得太清楚，在演文戏或者是武戏。所以你说往文戏发展或者是怎么样，对于我来说，只要剧本好、角色好，这个就已经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静，在这里祝福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人年展能够圆满成功。